同学们好，新的一学期开始了，今天老师带你们干一件大事。老师，什么事儿啊？咱们来选班长。班长？这还用选吗？当然是我了，我可是咱班的学霸。Oh no！ 学霸就了不起啊？学霸就能当班长呀？学霸就能当班长？你是学渣就得听我的。好了，别吵了，今天选班长啊，要打针，谁打得多，这个班长就是谁的。打针？为什么呀？咱班长啊，必须要勇敢。你要是连打针都怕的话，那是不行的。好，我打，我不怕打针。钱学宝，你敢不敢呀？敢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老师打。啊啊疼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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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老师打吧，放心打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啊！哎，萌萌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老师，给继续打，我是天才钱小宝，什么都不怕，这才100针。给，好了，既然妈妈放弃，那我宣布，这学期的班长啊就是钱小宝。耶！ Yeah! 嘿，今天幸亏有我的假屁股。点击下方天才钱小宝，关注一下呗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打针，我不要打针，我不要打针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打针，我不打针，我不打针。不打，我不要。小朋友，你乖乖听话，我给你吃糖好不好？给我糖，我也不打针。你说你想什么？我要什么都行。都行，你说。那我要打水果味的针，喝水果味的水，吃水果味的糖。那我直接给你一个水果行不行啊？不行。有办法吗？猫猫，你在这看着他，我一会就来。这还不简单，嘿嘿，你想要什么味道我就给你什么味道。哇哦，不错呀！终于做好了，我看这回你要哪里了？小朋友，你要打什么味的针吗？不会吧，还真的有水果味的针果？不行，我不能打针。我要火龙果味的。火龙果味的呀？可以。What？ 不行，我又不喜欢了，我要橘子味的。哈哈。再换，换榴莲味的。我不信这个你都有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这个你没有了吧？那我就不打针了。哈哈，榴莲味的我还真有。不好意思，来，想要哪个随便挑吧。这个你都有。既然你不选，那我就用榴莲味的给你打。好吗？我按。啊啊啊！哎，快点，榴莲好痛啊！不要不要，我不要榴莲味的，我不要啊！叫叫叫什么叫？你已经没有选择了啊！来吧，扎。
好疼啊，榴莲好臭啊，啊疼，啊臭疼。这是你自己的酒。哎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喜欢什么味的水果针呢？点击下方天才钱小宝关注一下呗。